你先吃物件，物件吃了再给你吃药啊。你是谁来？这是恁家，你问我有啥？对哦，来啊来啊来啊！是谁啊？王经理，我打电话给你，你拢无接，我都想讲你走去倒位呢。我咧卡啥子啊？你受伤啊？哪会安尼啦？我拄仔去红车弄着啊。你好车弄着啊？你哪会这无细腻啦？你除了脚，搁有倒位受伤哦？啊，你敢会头晕、想要吐？啊，你袂有脑震荡啊？好，我带你去病院检查一下啦。来，真的搞不清楚状况哎。我会当家己来遮，就证明我无代志啦。你即马上重要任务就是想办法把阮爸救出来。除了这，我无其他代志爱你管，你想我莫加步啊？哎，王经理，你莫安尼好无？啊，我是因为医者父母心才关心你呢。我嘛因为恁爸爸的关系，我对你一直真客气，煞唔知影好歹，嘛唔知影感恩，一直把我当作你是你细汉的画来画去。你才会真正是搞不清楚状况。你竟然敢假死我！蔡主任假死你嘛是拄好尔，若是较早有人假死你，互你摕双证号的爱甲包容，摕十分钱来对待别人，你嘛袂成就即摆这样个人话。恁两个甲证号为着要爸将阮王家的财产，要甲我强制送医，阁害阮爸坐监，恁即摆有啥物资格我对恁好？爱甲包容，恁阁好意思讲会出嘴？王延熙，恁爸爸王世昌，你替你担罪，迄是伊家己愿意甘愿的，甲阮两个一点仔关系拢无。你要怪，就怪你家己，莫牵拖着别人。你阁硬吹硬挤啊！你安怎？你敢拍我？你拍啊！到时阵，我就去甲检察官讲，是恁爸爸王世昌开车要甲我弄死的。伤害罪甲杀人未遂，刑责是差真济哦。恁爸若是去让判杀人未遂，唔呐，一世人无法度出，连后半世人拢爱伫喺龙安内内底过啊！你敢？你敢我就敢！你毋是要拍我？来啊！你拍！你做你拍！迄天恁硬甲我送出去病院，我一时还未反应过来，要毋过即摆我冷静落来，我想通啊！你若是敢阁欺负我，看是你惨，还是我惨，还是恁爸爸王世昌较惨？这条我是会记的，等把阮爸救出来以后，我就找恁算账。王延熙，你安尼讲，阁想要阮斗相共救恁爸？会用的啊！你先赔偿我的损失，我看你的心意有偌济，我才来决定，我是要甲检察官讲，恁爸是要谋杀我，还是只是一场意外？你要我做钱，讲一个数无出来。我要。小等下，我嫌我袂记，你既然反起反倒，而且阁有精神病，就算讲我今麦甲你讲一个数无出来，到时阵嘛是无准算。我还是去找恁爸讲条件好。乱啊！我也是。安怎？你今麦敢阁对我大声？我马上去找检察官。你来来来来来，你把我背来！你拢给我记的，这条线我一定给拖回来的。你无代志啦吼？无代志。就好啊！你的身体这么还袂恢复啊？搁在坐轮椅的，哪有法度甲王董事讲条件啦？我无法度去，你去啊？嗯，我去。你今麦就去找王世昌，甲伊讲何解代志。何解？哎，我知影你的意思。阿母哥，我嘛无必要替你跑腿啊。
代志成功了后，我会包一个大红包给你，安怎？成交。你的和解金打算要多少？1000万。1000万？好，我了解了。